才像飘逸的裙摆，你现在穿着这个里面是很不同的风格哎，对不对？像那种摇曳啊，像公主般。对，因为这次的礼服是我爸爸妈妈送去挑的，所以他们的品味就是这样子。是哦，来，进完照片之后，来这边。不好意思这边也没有人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是动动的还是怎么样？告诉我们哦，现在很流行。拍照，拍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好的。来，凯婷，金鹰奖也是你熟悉的舞台了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有好朋友，像自己用不同的角色或是团体的方式，一直来到金鹰奖。此刻的心情呢，是你自己的一个荣耀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乐手奖。对，因为我原本对这个奖项没什么。得失心，可是我的团员就是一直对外讲说，张凯婷这一届应该要拿了吧，再不拿的话真的是也没望了这样。然后我就开始想说，真的，那我这一届真的一定要拿。嗯。然后我就觉得评审真的没有眼光，我刚刚也是秋初那一题我也说过了，那我觉得今年的评审出乎我意料的非常有眼光。是。就代表充满了自信，而且团员们也对你充满了信心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嘲笑我。不是嘲笑，我现在对我真的得了，我就可以打脸他们了。啊！但是这开心的心情是可以继续的，跟你好多台下的好朋友们、后来的好朋友们一起今晚上会是一个很大的 party 哦。是，我就是从大概两三点就 party 到现在。继续 party 下去哦。没错。哦，那我送你回去，继续跟他们开心的这个很好的家了。没问题。恭喜恭喜你！谢谢。凯婷，拿下。